雨来了，赶紧关。家，对不起，扣泥巴，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花园里面精简一下，把那些花该要的，跟就是他能抓到的，我把它扔了算了。老肖都舍不得，我说那没办法，为了儿子。不行，就老公，你惦着他不让他出去啊！我把这个花搬出去不要了。他特别喜欢抠这里面的泥巴，烦死了。不能搞了，不能搞了，说了不能搞了。这个不能动了，宝宝。每天早上就是担心他去搞泥巴，所以两个人就是分不开身。把些花不要了，就让他随便玩。好了，你自己先玩吧，去，你去喂小鸟去，看看小鸟。老公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？你放在这里面不好吗？它会两天就晒死了。这个台花老肖也是舍不得扔，我说以后你要养，楼顶还有种。你就在这里，你去喂你小鸟，喂你小鸟，喂你小鸟，去，快点去。妈妈妈妈，干嘛了，宝贝啊？出错不能去的，我就更加看不住你了。穿个给你去给儿子穿个鞋子，把他的脚擦干，给他穿个鞋子去了。觉得这时候能抱得走的？对，抱走他，把脚擦干，相信我。妈妈来，妈妈也来，妈妈也来了，妈妈也来。妈把他扔了，不要了，宝贝啊。回来啦！帮妈妈推，帮妈妈推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快加油！快点推！来！快来！加油！推！你伯加油！你伯好厉害的！快来！妈来了！妈妈累死了这把，宝贝最乖了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为什么男人不做？老肖的腿伤了呀，他那个脚板用不上力的，一个洞。现在这个不能再拖了，每天早上老子起来都在那抠泥巴，就放这儿了，老板。宝贝扯，扯搞烂了，烂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怎么烂的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妈呀！不搞了，别掰了。爸爸车烂了。走。大家看这样是不是清爽很多，特别是这个位置，我就留下了一棵树，
这里也是只留下了一颗。章鱼，宝宝，来放进去，他就让你抱着，叫你抱着他。宝宝，妈抱，哎呦，妈妈抱。干嘛呀？11点了还不睡觉呢？不睡，怎么地都不睡。但每天早上必须要睡觉的，但是一定要哄睡，你不哄睡他就能一直玩。哪个？哦，那个不行的，你先吃饭饭了好不好？爸爸给你炖胡萝卜啊，那鱼呢？鱼的晚餐再来吃。